近日，于正连续发布多条博文，称公司艺人遭到前女友恐吓威胁，他还晒出该艺人给前女友的转账记录，总计100万左右，并表示在污蔑，法庭见。根据转账截图，女主角疑似叫汤梦欣。三日，有媒体采访到女方汤梦欣，汤梦欣还回应称，男方转账100万属于完全虚假恶意的捏造。汤梦欣的律师也表示，目前已起诉赵玉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